释迦世尊、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十九岁出家，后的燃灯佛受记，承运接演道脉，说法四十九年，移经者点度世万载，其道只信作佛，直探本源，缘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，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，道脉覆海中国。